哎，老公，看世界杯呢？啊，我就不明白了，为啥世界杯就没有中国队呀？中国队瞧不上他们，懒得跟他们踢。啊，这么厉害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长达八十几年、二十几届世界杯的历史上，也仅仅有三个国家队战胜过中国的国家队。哪三个国家队呀？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啊，那是挺厉害啊。就连巴西这样的世界强队也仅仅战胜过中国国家队一次，你说中国队厉不厉害？厉害。成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敷衍了太多，我怎么不难过，要你亲口说，别只剩沉默。我就给你一秒钟时间，你能不能把它冰好？是这样吗？Yeah. 아무생각없이평소와같이보통사람들과만나고同学可以帮我拍段视频吗？我想发抖音。好。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忽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给我完美吗？我跟你说，你别太过分。能咋的？你信不信我十秒之内可以在这个办公室找个新男朋友？我就在你们前面那辆白色的车里面啊。啊，你换车了吗？对啊对啊，快上车快上车。他说在那个白色车里面，我们上车吧。看他们被赶下车。哎哎，怎么走了？我想要带你去网吧里偷耳机，然后一起偷键盘和出击，其实我特别喜欢显示器，还有键盘。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你不是喂？你们能不能让个座位给我？哎，大姐。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巧克力，今天在抖音上看到了同款。
whip, kill it. Watch me, nay, nay. Okay. Now watch me whip, whip, watch me. 往这儿看，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别往那边看，那边还没打下来。快进，快进，换一下。有人。我妈不让我跟你玩，你走吧。如果我是你，或是我爱你，在左转转路口。我说话，就一点习惯，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你在干什么？在看美女啊，抖音啊。呀，这妹子还可以啊。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哇哦。我们一起学狗叫，一起。我们一起学乌鸦叫，一起。啊啊啊啊！我们一起学鸡叫，一起。我是高手，高手，高高手，打遍天下无敌手，斟满美酒，今夜不醉不罢休。我会穿球带球任意球，还有狮子滚绣球，蹴鞠当头，照亮满天的星斗。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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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我回来了。看，这是我妹。在小时候的篝火旁，看天上的月亮还是那个模样，北斗星在指着你的前方，再远的你也不会失去你的方向，不会再度感到迷茫。哇！哇！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试一下一颗棒棒糖舔几口能舔完，现在开始，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哎，最牛逼啊！啊，上上下上下僵尸靓仔，搭埋我扑街过来。我妈不让我跟你玩，你走吧。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孩们要叫我七天大师长。说实话，自己一个人吃饭看电影，我并不觉得我很惨，但是别人会觉得我很惨，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惨了，你知道吧？哎。Dancing in the desert, blowing up the sunshine.